其实总体来说，佛寺的造型都比较雷同。你要说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差异性，可能也得到南毗尼去看了。就是，那真的是可能每一个佛寺都很不一样，对吧？每个佛寺都很不一样。啊，塔銮寺。希望今儿下午这个雨能够稍微消停一会儿，否则的话，你这又把我堵在百盛出不来了。虽然说到淋不到，但是这就好像有点浪费了这在到这里走一走。哎，这个还是值得再照一照吧。哎，那句话，每到一个地方啊，这个人物的造型上就。其实我在想着说，昨天其实就基本上把该看的东西给看完了。两只狮子是吧？稍等一下，把这个门。啊，可惜不知道这里坐的是谁啊？感觉不是释迦牟尼啊，下面可能有写，但是看不太懂。哎，感觉这个雨好像略微小了一点，至少没刚才那么狠了。刚才实在是下太大了。
蛇的造型会很生动吧。特别喜欢拍这个关于蛇的这一出。是老乡客吗？跑这里来。谢谢。啊。简直是出好，我们出去，接着往外转。感觉他们的面相就是你在路边能看得到的那群人。后面是什么？哈，绝对能让你每一个佛像都很好看了。继续。就不想错过，不想错过任何一个佛像。都很好看。今儿这个雨伞是带的直，雨伞带的没毛病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又有照相的事做了。可以出发了。离开这儿我就准备要下播了啊，我们下午啊，或者一会儿到了
那个百盛那边，咱再看看，觉得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咱播一播。的确是出片的好地方，就是可惜今天这个天气是在一言难尽。好，我们从这儿转出来，旁边是大金塔。其实说到景点，我那本《孤独星球》的旅游手册上面就推荐了四个地方，好像是，这是其中之一。当然了，这个大金塔还是肯定值得一看的，这个不用说，对吧？这肯定还是值得一看的。但我觉得，其实与大金塔相比，我更喜欢这个园子里面的这些。更加丰富吧。好，我们出去了。Smoke free。我必须要说，这些塔是建的真漂亮，建的真漂亮。非常繁复。走。我们再来一张总的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假如说我没有带伞的话，我确实是需要一个可能出租车带我出去。那带了伞了，就好像另外一把子事儿了。反正我觉得，绝大部分我觉得值得一去的、需要一去的地方都差不多走到了。塔兰寺就带各位转到这么多啊！视频会下载之后重新投稿到猴山上面去的。如果你想看反复观看的话，也欢迎去反复观看。行，那就先这样，各位，我们大概一个钟头或者一个多钟头之后见，因为我得走到那边去，可能都要40分钟，然后还得吃个饭。好，行，下午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